大家晚安，我是吴姐。魔物猎人呢，因为弓箭的高火力啊，吸引不少新玩家也开始在玩弓箭。而弓箭呢，非常的耗耐哦，所以会需要很多辅助的道具呢，来帮助自己减少耐力的消耗，像是兔兔团子吃团子体术，或者是吃抢走药等等呢，都是有效的手段哦。但兔兔团子呢，要发动团子体术只有 50% 的几率哦。而抢走药的制作材料又非常的麻烦，今天的影片呢就要来教大家怎么解决这些问题。我们先来从兔兔团子开始说起吧。兔兔团子的团子体术发动率只有 50%， 但是呢，我们只要用紧致团子券的话，所有团子的几率呢都会上升 40%。 这样不仅团子体术可以来到 90% 的发动率，连团子坚定不移术、团子射击术都可以到达 95% 的发动率了。那这个紧致团子券怎么入手呢？教大家一个简单入手的方法哦。我们先到管家猫咪这边，或者是随从广场中选择交易船的点数兑换。接着呢，我们选择交易物品，这次我们直接换50000点的神火点的生肉好了。换好后，我们直接到楼下用餐区坐下来后，选择万能料理，把刚才换来的生肉呢全交给猫咪料理。一次呢只能料理99个，我们就分次把刚才换到的生肉全部给他们。全部换好后呢，我们到外面找艾草，它就会送给我们餐券啦。大概50000点的点数，我拿到了382张哦，够大家吃382次的团子了。再来是关于抢走药的部分，抢走药的合成制作非常的麻烦哦，它需要增强剂与疾奔萃取液。增强剂呢，还是采用苦虫与蜂蜜提炼而成哦。疾奔萃取液呢，则是要打水兽入手，两个加在一起精心熬煮呢，才能制作出一瓶抢走药哦。但是这样的抢走药呢，也是可以去交易船直接用点数来买哦。我们可以去稀奇珍品这边看看，像是抢走药呢，一次可以买10瓶哦，甚至呢做鬼人药大跟硬化药大的奇怪龙汁也可以在这边买到。我们每完成一次任务呢，这边的物品就会更新一次，所以大家每次战斗完之后呢，都可以过来这边看一下。像我目前呢，用这样的方式买抢走药已经买了250几瓶了，只是抢走药呢一组要6000点，白化萃取液呢一组要5000点，大量采买的话呢，神火点数真的很快就不够用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会教大家怎么快速的入手神火点了。我是看了 Annie 胖丁的影片后啊，照着他的方法快速的获取神火点。他的影片说明的很详细，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。但是呢，如果观众呢比起看女角的屁股跟爱看男角的屁股来跑图的话，那就可以看我接下来的跑图画面啦。我的说明呢可能不会像 Annie 那么细节哦，主要是让大家看我跑个几圈后自己也就能熟悉路线了。那我们要跑的图呢是沙原的探索之旅。我们要看环境资讯是不是有特产品增值，等到有特产品增值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赚神火点的时间啦。在开跑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准备的是一只跑得快的狗，像我平常都带2只猫在战斗，常常进去才发现忘了带狗。再来，我们需要地质学等级2的装备，看大家呢是要买皮质装备，或者是刚好有个地质学2的护食都可以哦。因为地质学2的能力是呢，特产品采集点的取得数额外加1，这能帮助我们多赚一些哦。另外有个不定时出现的团子呢，会帮我们在结算的时候加 20% 的点数哦。出发前呢，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得吃，或者是这个新鲜葡萄干团子哦，它能缩短采集点重新出现的时间。如果大家跑得很熟的时候，也许也会用到这颗团子哦。准备好后，我们就可以出发啦。
接下来画面呢，我会用文字备注，大家可以配着画面看啦。祝每个攻手呢都能爽快的射魔物啦。使えそうなものはと。どれどれ。よろしくね。使えそうなものはと。どれどれ。そうなものはと。あった。到着。
Yeah!